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因为家是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莫尔说，为了寻找想要的东西，我们走遍全世界，回到家，找到了。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的纽带。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让我最有感受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2014年，一部聚焦盲人的电影《推拿》走进观众视线，在电影斩获各项大奖的同时，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原著小说及其作者毕飞宇也逐渐为大众熟知。事实上，早在《推拿》之前，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帆主演的《青衣》，其原著小说就出自毕飞宇之手。简单直接的文字，有力坦然的话语，是毕飞宇和他的作品独特的永恒魅力。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连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他是狂暴的、暴力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深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先得用火把自己烧死，光烧死是不够的，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考验，那就是重塑自我。它需要钢铁一样的坚韧和石头一样的耐心，它需要时间，它是雕塑家，它不是艺术大师，它的工序是混乱的，这里一凿，那里一斧。当它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尊陌生的雕塑。通常，这尊雕塑与他最初的愿望相距108000里。他不爱他自己，他就沉默了。他的沉默是交往过正的，他的激进是交往过正的，他必须交往过正，并使交往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天的盲人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他稚气未脱的表情全是炎凉的内容，那是活着的全部隐秘。
他的肉体上没有瞳孔，因为他的肉体本身就是一只漆黑的瞳孔，装满了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瞳孔时而虎视眈眈，时而又温和缠绵，他懂得隔岸观火，将信将疑和若即若离，离地三尺有神灵。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成长，总有一个人在生命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迹。朗读者，一个人，一段文字。